因为我们这个呢，跟任何团体都没有关系。这是什么呀？这是整体的网络上的一些网友关注你们。所以我们发现呢，有人呢拿了这些东西呢，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有点叫拿了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哦，对对。这个呢，因为呢也不是团体，也不是哪人给的，这都是说是让整个全国各地的访民不是那个网友。关注你们这个团体，对你们呢，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说，万一你们是要病了呀，或者说有点什么物的呀，大家都是从个人家里拿的钱捐助你们的，跟任何组织、任何团体都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大家呢要珍惜，说是说这种大家的，说是说啊心意。如果说我们把大家这种心意给扭曲了，那咱要说不好听的，使大家，因为这几天有好几个网友的代表过来，他们感觉到这。他们感觉有点伤心，我说的这个呢受到说是啊其他人的一些啊诱惑啊，或者说瞎说呀、啊、可能他们有一些误解，知道吧？是我们逐步的说是啊，但我们每个星期呢以后呢就到南站这块的，就是说对这个呢我们就是吃的呀我们发一些，完了以后我们再根据实际情况看看那些真正把冻着的没有吃的或者母的，我们再救济一些这个大衣啊被子呀、穿的呀什么的啊。